个好可爱的。啊，那个好像也好漂亮。那哪一个好呢？我说年子，这里一定有买。怎么都那么可爱呀？是小樱和年子啊。这让我很难决定。我们也要买东西。能让我们先过去吗？哦，永泽同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谢谢惠顾。谢谢。永泽同学，你怎么了？这个不错吧？超级酷。这是卷笔刀吗？嗯。这个不但能削铅笔，而且在削铅笔的时候，眼睛会咕噜噜咕噜噜的转，厉害吧？真有这么厉害吗？藤木同学，你也觉得不错吧？我也好想要。我就说嘛，这个也好看。你们还在呢，真够闲的。我们想待多久都可以。你们刚才一直在挑什么呀？我们在挑选给小一的生日礼物。挑个礼物都会这么费劲儿啊？给好朋友的礼物当然要好好挑啦，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决定的。女孩就是爱小题大做。小题大做？不就买个礼物吗？小樱他们至于要选那么久吗？可他们是给好朋友买礼物啊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。你是要偏袒女孩子吗？才不是呢。你以后不会像个女孩子一样问我要不要一起去上厕所之类的吧？那样我可受不了。我才不会说这样的话。我走了。再见了。藤木。你不是跟永泽在一起吗？小樱，你买好礼物了吗？虽然花了不少时间，但总算挑了个满意的。小玉会是什么反应的？看到这份礼物之后，小樱好像很高兴啊。那当然了，小玉觉得高兴，我也会觉得很高兴的。小樱，你们的关系真好啊。生日嘛，说起来永泽同学也是六月份生日呢，如果我送他礼物，他会是什么反应呢？给你。谢谢你，藤木同学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好像很不错呢。好嘞。300日元，300日元好贵呀！300日元可以买好多橡皮擦和铅笔了。而且，永泽同学也没有送过我生日礼物，买个便宜点的也没关系吧？说的也是啊。不行不行不行，给朋友买礼物可不能这么小气啊。结果还是没买，如果是小樱肯定会买的吧。对我来说，永泽同学到底是什么呀？早上好，永泽同学。早上好。我的脸上是沾了什么东西吗？没，什么也没有。那你就别那样盯着我看，感觉真不舒服。对不起。带橡皮擦了，永泽同学，你带橡皮擦了吗？带了。抱歉，能不能借我用一下？昨天才刚买的，我都没用过呢，所以不能借。
在永泽同学心里，我算什么呀？我们先来做柔软体操，请大家两个人一组排好。好。永泽同学，永泽同学，我俩一组吧。啊，可以啊。我。怎么办？藤木同学。在。来，你跟老师两个人一组吧。好。藤木，小樱，怎么了？你坐在这儿干什么？没做什么。我说小樱，哎，那个，问你一件事情吗？什么事啊？我和永泽同学到底算不算朋友啊？啊？哦，原来事情是这样的。但是永泽同学的个性就是这样的。嗯，别误会啊，我可不是舍不得花钱呢。但是永泽同学如果不把我当朋友看，我特意给他买礼物也就没有意义了。嗯，对于这个，这我也能理解。我到底该怎么做呢？唉。你根本就不用想得这么复杂，顺其自然吧。第二天。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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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好奇怪呀。哎，文具盒不见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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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见了。藤木同学，你怎么了？我的文具盒不见了，我记得放在桌子里的。会不会放在书包里了？我已经找过了，可没有啊。同学们，藤木同学他的文具盒找不到了，请大家帮他找一下吧。永泽同学竟然在这紧要关头一个人先回家了。永泽同学呢？他回家了吗？居然在朋友有难的时候独自回家，永泽他还真是个绝情的人呢。嗯，你会不会忘在音乐教室里？第五节课可是音乐课哦。有可能。永泽同学，给你，给你，你找到了。我想应该是藤木同学忘记把文具盒放在哪里了，所以你就特意跑去音乐教室替我找的吗？你别误会了，我才不会特意跑去音乐室帮你找文具盒呢。永泽同学，请给我这个。好的，300日元。这是我送人的礼物，请帮我扎上丝带。那孩子是……哎，藤木同学买了礼物。嗯，还在形状很奇怪的卷笔刀上扎了丝带呢。哎，他还是决定买了呀。真想不明白，永泽究竟有什么好的呀？到了永泽生日的那一天。永泽同学生日快乐，这个送给你。谢谢。快打开看看吧。你一直都很想要这个卷笔刀吧？但是我已经有了。昨天我自己买了一个，因为实在太想要了。是这样啊。藤木同学，我把我的送给你。作为礼物的回礼。
谢谢。之前你也说很想要一个吧？这样不正好吗？是啊。削铅笔的时候，他的眼睛会转，真的很厉害哦。很厉害呀！啊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虽然意见上有分歧，但是他们依然是好朋友。小丸子想要雨衣。下雨天心情都变得郁闷了呢。是啊。刚才那阵风好大呀。是。这种天要是有雨衣就好了。就是啊，那样就不会弄湿了。哎呀，你们怎么了？你们在干嘛呀？美环同学，你的雨衣好漂亮啊，真的好可爱呀。这可是新买的，怎么样？很适合我吧？可是为什么穿着雨衣还要打伞呢？当然要打伞了，要是把新的雨衣弄湿了怎么办呢？说的也是啊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只要有这件雨衣，就算是下雨天也能舒舒服服的度过了。再见。真羡慕啊，之前从来没有觉得美环同学这么漂亮。美环同学好耀眼呢。小丸子啊，我也好想要那样的雨衣呀。那件粉红色的雨衣真的好漂亮，妈妈帮我也买一件嘛，求你了。不行，有雨伞不就够了吗？可是小丸子现在想要的是雨衣，可不是伞。有了雨衣，不管天气如何我都能出门，没什么比这更好的东西了。你现在是这么说，可没过多久你就不会穿了。说了不行就是不行。我说妈妈，你这样也算是妈妈吗？什么？如果你不给我买雨衣的话，你可爱的女儿每次都会因为被雨淋湿而郁闷。难道你不觉得这样的孩子很可怜吗？我觉得妈妈才比较可怜呢，被小丸子你吵着什么都想要，我才会感到忧郁呢，不是吗？第二天，我回来了。这个给你。咦，这是什么？雨衣呀。是妈妈特意给我买的吗？不是哦，是附近拿到的。这个是好不容易拿到的，你要好好珍惜哦。妈妈，我想要的不是这样的雨衣。那你想要什么样的雨衣啊？我昨天说过了，我想要的是那种又可爱又漂亮的雨衣。别那么挑剔了，都是因为你说想要，妈妈才帮你去拿的哟。妈妈真是的，根本就不明白我的心思。小丸子，你去哪里啊？我要去小玉那里。外面的雨很大啊。可是我跟小玉约好了。没关系吗？没事的。那么就穿上雨衣去吧。我还是打伞去吧。不行，要是淋感冒了可怎么办呢？没关系的，都说了不要了。小丸子，好不容易才拿到的雨衣不好好珍惜是会遭到报应的。这件雨衣我才没被淋湿。妈妈非要我穿雨衣出门，我都说了我想要的不是那种雨衣。但有雨衣的话就很方便了，对吧？太好了，小丸子。真的吗？那小玉，你想要那件雨衣吗？反正本来就是拿来的雨衣，如果小玉喜欢的话那就给你穿。不用了，那可是小丸子的妈妈特别
果然，小玉也不想穿那种雨衣的吧？小丸子，啊，雨停啦！彩虹出来了，真的呢，好美呀、啊！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再穿雨衣回去啦。如果那样，就用这样大小的水桶了。谢谢你呀、啊，小丸子，帮了我大忙了。真是同事啊！这个给你，算作是谢礼。哇，谢谢老板！一二一二，下呀下呀，撑起了雨伞。好呀好呀，好开心！比起比起啪啪，啦啦啦啦啦！一二一二，下呀！哎，我的雨衣呢？啊，我的雨衣！好奇怪呀，我的雨衣到哪儿去了呢？怎么办呢？妈妈一定会生气的。然后我返回去拼命的寻找，可是还是没有找到。是这样啊，该不会是你故意弄丢的吧？不是的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这孩子真是的。对不起啊，妈妈呀。哦，你那里有没有白色的线？我想缝一下袜子。啊，好，请您等一下啊。哦，奶奶，这双袜子，您很喜欢吗？感觉已经穿了很久了呢。啊，也说不上特别喜欢，只是穿很久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一直穿呢？因为还能穿呀。奶奶，那个，不好好珍惜东西的话，会不会遭报应啊？有可能会哟。总觉得如果不穿到最后的话，他会很可怜的。很可怜？小丸子。叔叔，请问有没有人捡到雨衣送过来呀、啊？啊，你等我一下啊。没有雨衣呀、啊？没有啊。没有雨衣啊。难道是雨衣对我的报复吗？要是穿着雨衣的话，就不会受这份罪了。小丸子，你真是个笨蛋。对不起，我居然把你弄丢了。看样子不会停的。这个我也不知道。您好，那件雨衣是？是小丸子。啊，这个是你的吗？是，是我的雨衣。啊，真是太好了。对不起呀、啊，我没注意到你把它放到我的自行车篮子里了。阿姨，您是特意送过来的吗？是啊，丢失雨衣的人一定很着急，上面有修补过的痕迹，主人应该很喜欢它。谢谢您，真是太感谢您了，阿姨。不用谢我。那个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件雨衣的，我保证。第二天，今天不用穿雨衣吧？还是穿着吧，这样就不会淋湿了。我出门了。要迟到了，好热呀！出了好多汗。哎，小英，你全身都湿了呀！
忘记带伞了吗？小丸子虽然没有被雨淋湿，但却满身是汗，所以想要漂亮的穿上雨衣，也得要早起才行啊。蜗牛可真好啊，身上就有属于自己的房间，真是羡慕呢。爸爸，我会在父亲节送您礼物的，所以您也为丸子做个自己的房间哟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养蜗牛和想和父亲那样的人结婚，敬请期待哟。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，哎呀呀，开大不了丘陵坡，找一道黑。